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大决赛歌手。六位小朋友，那还有很重要的消息，就是后天就是徐静蕾的生日，22岁生日。而我们的制作组呢，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。谢谢谢谢，非常有心。谢谢所有朋友，谢谢制作组，谢谢生松。OK。祝你越活越精彩，越长越帅。OK。年年22。是，也希望把这个福分哦，献给我们的阿姐，三料入围。OK。红星大奖一定要抱一座回去，至少。好，来，我们为你唱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好，欢迎欢迎，万千诞生中再见，拜拜，下个星期见。缤纷万千在深松是由深松却是为了你为您呈现千倍组合。今天我们将会送出两份千倍大奖，到底千倍会在哪位不同的手上呢？经过3个多月的比拼，我们终于迎来了金河偶像歌唱大赛的冠军之夜。谁会赢走10000元的奖金？还有本地创作歌手龚之仪带来的原创歌曲。缤纷万千在深松，星期六晚上9点，通过8频道与 MeWatch 现场直播。本节目是由深松却是为了你为您呈现。